江寒，今天晚上我会跟沈宁宁一起吃饭。那我算什么？你们之间的第三者吗？又是因为江寒那个臭青梅竹马了。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，那就公平竞争呗。江寒，你喜欢过我吗？你不该喜欢我的，我只是把你当朋友。如果你还纠结，说明你对江寒还余情未了。还得正好。你好，我叫江寒，是你即将整蛊的对象。长得一样，但是好像又有哪里不一样。我虽然有他的脸和他的名字，但我还是我。你还是别叫江寒了吧，你叫江小寒怎么样？你开心最重要，我就是为了让你撒气开心的。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约会。你就那么喜欢我呀？那当然了。你为什么每张照片都看着我呀？因为你笑起来好看。你哭了，那你再打我两拳消消气好不好？我喜欢你，你要不要当我男朋友？